右手，手掌心放马，右手手掌心放马，右手手掌心放马，我看到，怎么看到我自己呢？我看到天上有个人呢，就这样，水平方向啊，就这样啊，在感觉在天上飞呢，水平方向在天上飞，就是一个就像游泳的时候人。横在水里边啊，但在天上，这样手伸着啊，这个那个空气啊，空气从手下就滑过去啊，可以手下滑过去，好像飞得挺快的，这些人好像就这样的形状啊，这样的形状啊，但是腿是往后伸的，好像在空中在飞啊，就这样，好像在飞啊，飞的时候，空气就从我下面，空气就从我下面。滑过去啊，空气从我下面滑过去，我在飞呀、从高位空间看，我刚才在飞呀、飞的时候就空气从下面滑过去啊，然后空气在下面滑过去啊，好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也就是说还是那个情况，就是说我们在高位空间里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落到我们现在的平面上，就站在这里。好像看看没啥区别啊，看看到地球没啥区别，但高维分解开的话就区别不一样啊，就不一样，有区别啊。所以我们临盘的是这处理疾病也是，到高维去处理是个，病人还是躺在那边，我处理以后那个病人好起来，一样的呀。我们在处理过程中看那个同他相关的。那些的外力，我们现在也是看到那个同外星人一起怎么活动，当然我们在这边看起来好像是，没啥变化啊，没啥变化。但是高维空间里面，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啊。好，知道啊。哦，同样的时间段里面做了很多，事情的，同人家在互动了啊，同高维里边的在互动了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啊。